一個直線搏搏，佢話有機會啦，冇意外噶，有啦。
究竟咪用咩方法制衡咧？真係有人又談談好啦。好啦，有個係反擊入波嘅機會，陳浩偉一射可以啊，中之破蛋啊！啊，呢球波陳浩偉可以話啦，掌握到呢個機會咧，啊，得來不易啊！最終佢處理得可以話都係相當之冷靜。佢處理得冷靜啦，咁但係個功勞都係嚟自九龍仔嘅羅志安啊！你睇呢個波，佢攞到嗰場快推，跟住一掉就穩到啊，俾得好靚啊！呢個波。啊！有人圍繞住佢，咁樣都俾到啊！十號仔嘅陳浩偉啊，跟住兩個人夾擊之下都俾佢成功起到腳啊！啱啱就喺門將嘅李明國嘅手拉入網啊！唉，可能李明國成場波你未射中個目標，第一次中目標就搞掂喎。咁啊，羅志安呢球波俾得叻咧，就話睇下上腳就扣翻自己嘅左手，即係同咧係前面入射嘅陳浩偉製造到個更加大嘅角度。令到對方在防守方面出現了比較大的麻煩，有組織有配合的。轉過頭呢邊有個反擊機會，一個假的哇喺斯坦式轉身，再自己夾硬起腳。但係話仲好，阿李明俊話：，你俾我唔緊要啊，反問你咁樣咧，都唔知有心定無意咧，撞埋一堆嘅話，嗰波係益咗佢咧，係可以為球隊咧係提升多球員。梅開二度啊！呢個後備箱嘅球員。直線兩個後備上陣球員啦，宋大成輪輪進進，一個斯丹式轉身點，後面仲有個李明俊，就成個6-0啦。見到宋大成耷低個頭，諗住自己去啦，望都唔望噶啦。6-1，佢有望嘅話咧，可能就啱啊。李明俊咧，你早交出嚟就啊，就唔會出現咧呢個咁啊連打連撞情況之下咧，出現咁嘅係啊咁啊入球機會。6-1嘅記錄。就對於中華台北嚟講咧，呢個紀錄幾傷眼。